来吧，男嘉宾，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，你会选几号？三号，三号女嘉宾，接下来通往短片，了解一下她。我叫隋亚珠，今年60岁，但是我有一颗30岁的心。正如大家所见，我爱走秀。参加过各种演出，也愿意结交朋友，没事就跟朋友出去旅游爬山，不玩即兴不罢休。我的花销不小，每个月都得买几件新衣服，就是好美，好穿，反正每个月花销就是在衣服上都得占一大部分。我这件衣服啊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纯手工制作的。这个多少钱？手工制作，这个不到8000。那你的衣服大概都是这个档次呀？那不一定，也不一定，也有贱一点点，看喜欢而已。你觉得男士能承受得了吗？我也不用他花钱给我买，我自己可以买。退却千华之后，我特别愿意做公益，每周呢都去敬老院去慰问老人，还曾经印养过4个孤儿。哪个朋友有难处，我都会伸出援手。人呐，还是善良一点好。这是爱天市市长给你启发的，不知道镜头前的男嘉宾喜不喜欢美丽善良的我？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好，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。我们都以渺小起航，相信在路上我们会相遇。大家好，我是隋亚珠。好，欢迎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标准女型，来，别认识一下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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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漂亮的，三位。一看您就是专业的模特哈，上来都是带着范儿上来的。男嘉宾一看这走路的姿势怎么样？是挺好啊，是挺好，特别是挺好。你一个直男的，不会夸别的吗？特别优秀是吧？对。哎呦，现在您的也笑上嘴也咧开了，瞅那笑眯眯。是啊，哎，那你看看，从那脸眼神就不对，也不闭眼睛了，是吧？也不闭眼睛，心情也愉悦了。是，哎呀，这眼珠都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你看，这是我怎么干净？你看谁都好呢？不，那怎么个？真不一样，阿姨，我这角度看得最清楚。我跟你说，叔叔看你和上一位阿姨就是不一样啊。不是，他这人特老实啊，很老实，特老实，真的好欺负是不？对，我是属于心直口快那会儿。其实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害怕没？那我没害怕，没害怕。这红衣服给他晃的眼睛，个头也晃的。出来了哈，咱们女嘉宾有掌控全场的能力。哎，我可以说出每一句话来让你开心，我也可以说一句话让你害怕，让你害怕完之后再说一句话你又开心了。哎，你就这样心情跌宕起伏。你看他俩有多般配啊！我觉得刚才叔叔那个眯眼睛，我猜到了，就是他的身高和身材，你这眼见为实了，是不是？感觉特别满意，对吧？就是你想象不出来身材，但是如果看到这样身材的话，你觉得相当满意了。相当满意。这样啊，霞姐就多个你。你在中间，你有点当害。你也大号，哎呀，完了，说得好，哎呀，这老头完了，这一下这就迷糊了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